热热要去对，来到彰化就对了。彰化县文化局规划伫咧鹿港办理伫空地里彰化走土艺术节，当代艺术手法深入鹿港历史古迹建筑，设置户外装置艺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民众七月初二到七月二四来到鹿港小镇来看艺术手表演示市集。彰化县建县伫要300周年，为着为古都注入创新元素，县府用心规划，展开义诊彰化行读艺术节活动。县长王惠美表示，十件大型装置艺术作品，为现在开始到8月31号为止，分别藏伫文武庙、龙山寺、和兴青松基地、12楼、各期别墅、工会堂、桂花巷艺术村，以及旧鹿港溪水花等处展出。鹿港本来就是我们开放式的博物馆，那这一次彰化县政府文化局，我们从7月2号到24号，那在这边有一个走读艺术节，那我们呢有10个我们的装置艺术，那会放到31号。其实艺术家的作品呢，其实都尝试跟这块土地、跟这块居民、这边的居民，还有这些建筑的老建筑或是古迹建物之间产生对话，这是我们这次策展的一个蛮重要的重点。王馆长指出，除了艺术作品展以外，每礼拜假日会邀请优质表演团队、街头艺人、学校、社区团队、南北馆音乐传统戏曲，伫鹿港工会堂主舞台、鹿港溪水中舞台、鹿港龙山寺以及桂花巷艺术村演出。也有我们的这个市集哦，每个礼拜的市集又有不一样的一个主题，那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艺术的这个 DIY， 也有我们的这个16场次的鹿港轻旅行哦，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这次我们呢结合了90间的这个艺文的这个商家呢，都有提出非常多的一个优惠，你几点那有优惠，那甚至呢你几点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相关的一个摸彩。广府文化局表示，7月初二到17日也特别安排自制制作舞团、狂梦艺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朱宗庆打击乐团等知名艺术团队到鹿港演出，和民众欣赏无同款的表演艺术。记者陈心怡采访报道。